方兰高铁是我们四川省首条由地方全资并主导的高速铁路。项目这个建设对完善成渝地区城际铁路网，加快沿线旅游资源开发，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和川东北经济区快速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同时线路穿越仪陇、巴中等川陕革命地区核心地带，开通后将结束巴中市、南充市、仪陇县等不通高铁的历史。